加着进来。压一下。
好，放。浇水。可以。那这什么时候情况放第二个？现在是比赛。我没有办法跟你说明这个，对不起，忘记了。Thank you.
录一下吗？对对对对，好，没问题，谢谢啊。好，那个小朋友上厕所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要从乡下买便当回来，你们要不要吃吗？什么便当？就一般的吃的便当，午餐。不用，我们等一下吃麦当劳。麦当劳。好。这里一定要长毛方向哦，长毛要往长毛方向，对，从侧面看，侧面看。现在开始从侧面拍吗？不是，你从侧面看有什么感想？
你自己上交的时候，你有没有看过从侧面看？没有，一层一层的分层。我之前分层的时候空隙很大。虽然上交你一定要分线分到彻底。这样看得到皮肤？有。什么？上完之后吗？不是，正在上架的时候有没有看到皮肤？有。我有分哈。你说上完粘上去之后，下面要重叠，然后看到皮肤，然后才能分线。不要从那边拍，不要管我有没有胶。
然后说，那我还是先试用一下好了。刚刚那个也很好吃，下到一罐一千呢、啊，1150。因为厂商。